不是不喜欢被强吻吗？对，我但突然感觉好像也不错。有什么开心吗？所以啊，这样子啊？可恶，好渣，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开心啊？好渣，好爱，还不给大家看的脸。好啦，各位，超级想不到，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没错，终于来了。他刚刚很强哎，他表演五分钟化妆哎，超屌的。我们刚刚还在那边蕊脚本，然后一边蕊脚本，我一边这边画，然后我在补底妆。是五分钟，我说我来表演一次五分钟化妆给你看，我就跑过去，然后五分钟把化妆化完，真的超强的，超强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哈，赤鬼，你还没有化妆，我超素颜。”他素颜来接我，然后我想说：“哎，是这个女生吗？”没有，你是在暗指我化妆跟没化妆差很多是吧？戴口罩，然后又穿睡衣，就跟想象中这样子的就会有差。哎，我其实今天很紧张，因为我一直觉得哦，我要来约会，很紧张。约会不是啦，没有啦，没有约会啦，没有约会啦。我们不是就是一起说好玩游戏吗？对呀，那对我来讲就约会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这样盛装打扮过来。屁啦屁啦，假啦假啦，你听我解释一下啊。等一下，没配乐，紧张哎。好了，我感受到你的紧张。你大概也，我今天要跟我约会也蛮紧张的。怎么办？观众救命！今天呢，原本这个是个意外，我先讲一下。原本今天我以为会有三个人，哎，我特地叫表来的。我是到楼下，我才知道，靠北，这个女人一个人赴约啊 ！Surprise！ 一开始说好她会再带一个女生朋友，殊不知这个女人一来就说，哎，我还带了你的咖啡哦。啊，另外一个人呢？啊，她没来哦。我跟她说不用来啦，我跟她说不用来啦，不用当电灯泡啦。咖啡是说今晚不让你睡吗？我想说这个夜晚很漫长，所以要喝点咖啡，所以我们需要有点精神。机器人抓嘛，对，绕过这个话题。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就是为什么胸口过敏？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真的、哦，肠胃不太好。我只要你可以来我家调养。你家很多中药是不是？我觉得今天我一个保持着被动的状态，然后有个人一直疯狂的进攻，疯狂的进攻，疯狂的进攻。感谢 PP 十个订阅，是我突然不会讲话，十分送地。感谢 PP 的十分送地，感谢。今天就来色诱他的。达达不要看自己啊，达达今天应该没空吧？我要把你闷死。哎，那晚点就是应该要请 Vivi 教我跳 Happy Birthday 了。我记得那个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可是我前阵子还 po 那个我 cos 雅斯娜的，然后跳这个，然后大家都说我把它直接把它跳斜卡呢。哦，好吧，你可能比较适合阿库雅。所以你不介意变成一个跳成斜卡的这个过程？不介意。我也反正没差，我也是斜卡。那太好了，我们真的是天生一对。对吧，梁安士？我觉得男生对吧？对吧？我们天生一对的、啊，怎么可能是跟别人呢？真奇怪，一个渣男，一个婊男。没事，我喜欢。你们上次不是有亲过吗？啊、哦，对啊，他强吻我，他强吻你？对，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听听吗？好像是聊天室有人激到他，然后他就突然亲。可是你不是不喜欢被强吻吗？对。我但突然感觉好像也不错，所以也是看人，不是，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不喜欢，但就后来越来越上瘾，对，是意外的 ，Vivi 越来越上瘾了，强吻的部分。哦，我知道了，状况不太一样，因为他一个是只亲一下，一个是一直亲，谁是一直亲？就是我室友，喝醉酒然后一直亲就很可怕，你喜欢点水一下这样，可是你也是一直亲的人呢、啊。哪有？上次不是你有回应我才亲你的？没有，没有，你有记得吗？是吧？不是哦，那个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就是我就这样，然后他就一直亲，然后他一边亲，就好亲。哎，这是实况精华作证的，我发誓我没有回亲啊，我没有。不是你的那个唇感觉是很回应我的。是拒绝的，没有伸出舌头就不算回应，没错。
没错。哦，原来是这样。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很突然。这怎么说呢？不是我想说，打蛋这个亲毫无灵魂的亲下去。你们那时候当下是在讲什么？其实也没在讲什么，我只是坐在那边休息而已。啊，是我激到达达吗？是我吗？是你激到达达，你好像喜欢激别人哎、欸。我今天完全没有，所以你那时候你在讲，你那时候讲啥？我那时候到底讲是什么什么开心吗？所以这样子啊，这样我也会啊，这不是挺简单的吗？这不是挺简单的吗？我只是示范好不好？哎、欸，你怎么在这里啊？你在气什么意你也要好好好啊我还真没有料到你会讲这句话哎、欸、你说你要那肯定是要来一下是吗肯定不止来一下我们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这样子没有我们俩不是我们应该没有关系吧果然出轨只有零次跟无限次有时候要硬上去你说你要我帮他补口红吗但是这只是只有看状况，因为它很红，而且它蛮不粘的，蛮适合亲的。没有，就是不适合亲。不是不粘吗？要帮你补口红啊。哦。就不适合啊。我不信。哎、欸，这是他们说的哦、嗯。不是我 Q 你们说我不信的、哦，我才想说要实验看看。没有啦。啊！我被耍了我。你怎么看起来很开心？可恶，好渣！为什么你会这么开心啊？好渣，好爱。准备好被我人家的期待感怕没了，因为代表他喜欢这样，他就喜欢就是那种欲擒故纵，就是那种哎拿一个东西，然后就也没有要对他干嘛。对，就是说什么哎、欸、发现一件事情，然后其实你没想起来，我可能也没有说你没戏，我就会这样，然后。奇怪，哎、欸，大家学到了吗？大家以后开车，隔壁的女生没有系安全带，你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可是要好好看的前提啊。还有是在没有开车的前提下，车子停着的状态下。主播，我觉得你说的对，我那时候踩刹车的时候还用手护对方胸部，这就是我有前科的原因。踩刹车的时候都这样啊。直接一手抓下去，然后还跟我讲接球，对，接球，接球，还是骑机车，然后刹车说，哼，这样子，这样骑，我帮你护住，我不会让你碰到我的。